你真的要嫁给豫章王吗？是的，你骗我，这定不是你的真心。我仰望豫章王已久，且蒙他相救，嫁给如此英雄男儿，却遂了我的心愿。那紫檀呢？有些人注定有情无缘。 怎么不认得你了？世家女儿的婚事，不就如此吗？也罢，那我当姐姐的，就提前来送妹妹吧。这凤钗。 我原想是你跟紫檀大婚时，我亲手为你插在病上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罢了，还是留给他要娶的人吧。恭喜了，豫章王妃。 就三皇子殿下才答应嫁给豫章王的。我要紫檀从婉如姐姐那里知道我负了亲，这样她便怨我、恼我，甚至会忘了。到三皇子紫檀发配驻守皇陵，为母赎罪，若无诏。 终生不得回京，念及罪臣谢渊为朝中重臣，劳苦多年，罢免官爵，流放出京。尔等留在京城，莫再要提谢家二字。一切等我的消息，谢家百年，断然不会毁在我的手里。谨遵家主教诲。